今天有吃很多东西吗？都吃了什么？吃了汤匙哦。还有吃了几个碗？啊？还有吃一个书包吗？那你今天在家里吃我的书包就好了。哈，还有吃一个凯凯的臭脚丫吗？凯凯，你的飞机都在这里哦，等一下不见哦。你要坐吗？喂咻，喂咻。你看我一个人就把你们全部用起来了。凯凯，换你坐最后面。啊？啊！太重了。我要这样子没办法翘了，你去后面帮他们压，不然他们都用不起来了。好的。哦呦，怎么飞起来了？是谁给我压起来了？哎呦，怎么有变大力了？我们去抓大尾巴，让我要抓谁屁股了？抓谁的屁股？抓凯凯的屁股喽！哇！哇，你没有吃饭了哦，啊？哇，你看都没有咬了哎，糟糕，后面的姐姐没有吃饭。我们看到吧？你的屁股已经翘起来了。我的屁股已经翘起来了，那你要坐吗？咚咚咚，跳！哇，你都满头大汗了，你去洗澡啊？你要坐这里哦，我啊那边又没有人了。呀，我你没有力气啊！短。短，耶！我又赢了。哎咻，你在做什么？怎么是这样子啊？凯凯，你是大力士啊！把它咬下来了。